你们是谁？我们是绑匪，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们要的是钱。我听话，我一定听话。要钱是吧？给我妈打电话，她会给你。你打。 兄弟，能不能稍微少一点？我告诉你，你要告你喽，别给我讨价还价，5万块，对我都不能少。10分钟之内要是不把钱打过来的话，我很难保证你儿子的安全。那你别把这把他们的杀了吧。你说什么？我说你把他杀了吧，然后找一个坑埋了就行了，听明白了吗，傻逼？诈骗成本太低了。哎，对不起。哎，先生你好。 我叫纪凡，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全安保险公司的保险经理人，我就耽误您2分钟的时间。这个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我都认识，每个人我都拜访过了。他们说你女儿生病了，是不是啊？
听到这个事情，我非常的自责。如果您早一点认识，哪怕你的女儿啪的一下就在此刻突然间她就没了，您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悲伤和难过。接下来我要拿给您的不是冷冰冰的宣传资料，而是一份活灵活现的100万现金，一笔100万，惊不惊喜？你刚说什么？ 哦，我刚才就是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这个合同书啊，林医生正找你呢，你来一下。好，我之前有个客户他，你看一下这个资料嘛，将来用得到的呀。六哥找你。 六哥，你干嘛呀？六哥，你说说，六哥，两个月，你再给我2个月时间，我肯定把钱都还给你。我最近手气实在太背了，但我已经找看病的看过了，我马上就转运了，我给你把所有钱都还给你，行吗，六哥？ 小菊啊，一个礼拜还钱，没问题吧？六哥，一个礼拜，我两个月行吗？干什么？哎，六哥，不是六哥，嘘。 一个礼拜，你要是不还钱，我就割这么一股价，一天不还，我剁一股价。啊，你这根手指头够割3天的。如果你要是还没有钱还我的话，也没关系，这不还有第2根呢吗？第3根，六哥，六哥，哎呦！ 一直替你冰镇着呢，赶紧去吧！啊，兴许还能接着。啊，谢六哥。按时还钱啊！忘不了。小鸡啊，你也是，别总寻思要躲着我，我随时都能找着你。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家人遭遇绑架，请第一时间通知警方，警方会采取相应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受害者及其家属安全。不要相信犯罪分子的承诺，以免郭某林的悲剧重演。日前，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相信很快，凶手就会被绳之以法。同志，别开单子，我马上走了。 我就进去给孩子买个玩具，前后不到3分钟嘛。我一会儿注意的。27分钟，超时超限。别罚可以吗？我就是咱们附近的医院的医生。罚款200，不扣分。堵车你不要这样，你不管，就是要罚钱，就是罚钱，你知道做什么？ 你的房贷3个多月没还了。
张信用卡，三张涉嫌恶意透支被冻结了，还有另外两张有非常多的不良贷款记录，银行怎么贷给你款？你再看看吧，能贷多少是多少，少点也行啊，一分也不行。林萧峰，血液病专家，人才啊！给您添麻烦了，我对你的人品还是比较认可的啊。但是你看，你这信用这都差出境界来了，把钱给你了，你拿啥还我啊？我可以把工资卡给你，年底我的奖金还有7-8万块，我慢慢还，一定还得上的。看来你这是遇上难事了。这么的吧，我借你10万，3分利，你要是愿意，咱现在就可以拿钱走人。可是我想多借点。林大夫，10万已经是我对你信任的极限了。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还有几个能像我这么感性的？你女儿的运气算是最好了，这么快就找到合适的心脏，很多人排队排到最后都等不着的。1周之内把钱打到新加坡，他们就要马上安排手术时间。150万，李总，这点钱，李总，我们全保险公司存在的价值呢，就是为了让你这种优质的客户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十全十爱。我们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无论你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像超人一样、兄弟一样，站在你的面前为你排忧解难。何总，接下来的财务流程我会让秘书找您，您请留步。谢谢李总。李总慢走，石泉山。一支薪水，这是你这个月的访客记录，从本月的1号到现在，你一共拜见了12名客户。侯总，我你什么你？这12位客户当中，有3名快递小哥，1名卖鱼蛋的大叔，还有2名居委会的大妈。你认为他们会买你的保险吗？你现在连真正的目标客户你都搞不清楚，你还好意思来预支薪水？郝总，你见我吗？云烟小姐，哎呀，云烟小姐，请坐，快请坐。就在刚才，云烟小姐为我们公司签署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同，她的这位客户为她的女儿买了我们公司最高额的保险。我要影印100份反映公司所有的员工，让他们把它摆在床头，贴在桌上，印在心里，每天给他膜拜，让他成为一种激励，一种目标，一种希望。哎，
什么呢？我拍两张照片，小区环境挺好的。不对，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不可能吧？哦，我想起来了，我刚才进小区的时候，你看见我了吧？不对，我不是今天见的你，我是之前见的你。我能肯定。别动！我想起来了，我彻底想起来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不可能！你是个演员吧？啊？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编剧？里面女一号是个小鬼，哎，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是不是？哎呀，来，咱合个影行吗？大明星，不拍照，不拍照。哎，大明星，好不容易见活人了，那么这合个影那怎么的？那么，合影合影。哎，小小，哎，哎，哎，谢大明星。所以啊，我怀疑他真的不是我亲的，烦了个烦死了。起码哪有这样的呀？行了，咱们一会儿在哪见呀？李阳也在。我去，我半天出来跟你们当电灯泡啊！行了啊，你就甜蜜吧。反正我晚上住你那儿啊，你自己看着办。好不好？好，最乖了。在幼稚园有什么事，请老师直接打给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弄，我马上弄。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先生啊，你流鼻血了啊？哦，来，找个时间去医院验个血吧啊。好。哎，怎么回事？你怎么又把车开进来了？啊？能不能有点素质啊你？
8万5，太少了吧？那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再看看。老板，你听我说啊，我要不是孩子生病了，我这车我也舍不得卖，要不再加1万。5000就好。我跟你说啊，钱是不可能加了。你孩子现在不生病了吗？没车也不方便。要不这样，那辆车你开走怎么样？怎么样？我够意思吧？想想。喂，柱子，有件事想拜托你，想跟你借笔钱，20万。我知道，你也知道瑶瑶的病情。好不容易等到适合的配对了，麻烦你了啊！啊，谢谢谢谢。喂，老婆，你别忘了瑶瑶的演出，我今天晚上得加班。等看完演出，然后你带着瑶瑶一起吃点东西，好吗？你放心吧。喂，这么长时间才想起找我呀？你早干嘛去了？最近忙什么呢？借钱呢？借钱你找六哥呀？这句话你过分了啊！我给你个大嘴巴子！你全家的同志，宝贝儿，你听没听着？他说我。好了，见面再说吧。请问六哥是谁啊？哎呦，缺钱呐！